굴리나 굴리나.
是你做还是谁？没有啦。那个鱼呢？是养鱼呢，还是叫我们拿？从哪？将来不是台湾才有这个台。来个位移。不用摸了。啊！来啦，这个是不用钱的哈。位移先啦，我们一组一组来哈。来，给我们稍微了解一下来。啊，来。来，不顺感不用抓心，拿来了解一下来。来，马来西亚的中文程度或者华文教育呢，它叫马来西亚。懂吗？你要读后可以，哦、没有反对，但是我不可以反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个国家读音不同，后字呢在台湾，而这个字呢在中国发音读熬了，每个地区的发音不同啊，所以我们以马来西亚标准来讲，叫做 barangkas， barangkas 呢其实呢吃蛋的，你不用管它是什么品种，只要母的有蛋，烧烤 barbecue。高温杀菌过后就能吃了，它是没有肉质，它只有蛋卵，它怕死怕就是它抓住我手，看到没有？这边蛋卵在半椭圆形上半段，里面都是满满的蛋，很多人现在上段上面哦上面啊啊是龙钩形的，什么龙钩形？点都可以啊，这个壳哈、啊，这边是均匀的，啊是不是？啊你们看。啊，跟要是他的话哈，倒是蛮有小小只的，迷你的，根本没有攻击性的。好啊，哎，好，等等我看看有猪的是吗？啊，猪是在它的内脏里面、外皮面。你转一下，你还经过那个给他们吃的。所以这个种类就比较小。你们全部都拍好了。啊没有要拍了。拍好了过后呢，前面有鱼料和鸡蛋。来，干嘛看？因为鱼。看了的啊，啊来啊，毒是内脏，其实骗人的。你是一杯，红哎，你红啊！啊，不够蛋啊，不够蛋啊！什么你 BB？ I want to give back, I want to take. 你懂吗？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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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哎，姐姐放了的。让顶落去。那我们叫班长要干嘛呀？怎么这样？Thank you.
Yeah.